园 Tiffany 的医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早晨啊，各位。我哋亦都可以喺呢度咧，时间就报一报现时嘅天气啦。而家26.5度，相对湿度系95%。咁所以咧，对于跑步长跑人士嚟讲咧，这个湿度咧，主要好。Tiffany， 距离起跑时间仲有几多咧？仲有20秒都唔到，就大家再一次鼓鼓下啦！Thank you.
一晚。係嘛？
啊，加油啊！
聽過。
行翻马架。哎，唔准啊，好走啊！